七月流火天气，老司机侦探也是避免不了总是犯困。随着治安越来越好，案件也是越来越少。老司机侦探虽然无处施展自己的侦探才能，但是他也乐得清闲，没案件总比有案件强。但是天不遂人意，下午接到郎警官的求助电话，说是钢铁狼的利爪被人偷走了。经过调查走访，很快确定的嫌疑人就是机器狼，可是苦于没有证据，于是请求老司机侦探出马。老司机侦探对机器狼的供词进行了分析，供词中这样写道：机器狼说他当天案发时间正在距离钢铁狼家很远的动物园玩，不可能有机会作案。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，机器狼说自己还拍了不少照片，可以证明自己的清白。照片上有水印日期，老司机侦探仔细看了机器狼所拍摄的照片，发现有通体雪白的北极狐、体型巨大的大象以及一些猴子。但是看过照片的老司机露出一丝神秘的笑容：“机器狼先生，你想得真周到。不过这些照片可不是你拍的，而且你应该也没去看过北极狐，所以你的不在场证明是假的。”聪明的你们知道老司机侦探为什么这么说吗？答案5秒后揭晓。因为北极狐的皮毛夏季是灰黑色的，尾部为白色，只有在寒冷的冬季才会变成全身雪白，所以在这夏日中不可能拍到这样的北极狐照片，应该是其他地区的人拍摄好发给机器狼的。第二案，谁先过桥？蚂蚁妈妈推着婴儿车走上单行桥，但对面猪奶奶带着她的狗也走上了桥。这个桥一次只允许一个人通过，你知道谁会先过桥吗？请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答案吧，答案下期揭晓。上期答案，最左边的是木乃伊战士，仔细观察他的眼睛都腐烂了。中间的是戴面具的，右边的是受伤的。